看的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《世界雷电》。对，入港以后上来就这边就开始可以卖，对，开始小卖，我们外客都可以买。现在一般如果要来，花龙几点来比较好？就是这个时候两点多。两点多，下晡。早啊，对。打工龙吗？龙五吗？对，打工龙五。打工龙五。哦。啊，欢喜鱿鱼。有这样在卖的？哎，欢喜鱿鱼。这边，这个太狂了吧！现捞的海螺。哦，大，看起来好像鲍鱼。对啊。哦，这样子。好，姐姐好。几百店？八万件。几磅？哎，七十一百五。熊熊。哎呦，好大哦！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动来动去，嘿，都还活的。一般你去海边有没有看到都那种很小的小藤壶，然后大家只会说啊，小心不要割到手、割到脚。这个是一整年都有还是？前后到七月份而已。对，是给你儿童的。这也是剥一剥直接吃，是不是？儿童还是？儿童给你。这河豚不能直接吃吧？可以啊，煮它带回家煮。这河豚可以啊。这不是有毒？没有啦，来了来一只有毒，这个没有毒。这个是没有毒的。没有，所以这整个都可以吃。对，那个没有毒，蚂蚁。哎，也好几只啊，我也可以煮给你。这个这边好多好多很少见的。两只，我们带回家的。哎，这个炒三杯好吃。炒三杯啊。生鱼片。生鱼片啊。对，这个叫。最近还一般就是客人来这边买来去那边给你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好弹哦，好结实。这个我们带回家。嗯。都带回家。我帮你带回家就好了。我帮你带回家就都有了。既然你以前几年前就在这边。开始这样子，二十年了，青春都在这里。好了，装装就好了，这两条，等一下回头啊，好，回头拿，回头拿，我都想，季亚都不用。对啊，季亚这边就是，刚刚给照咖。哎，等一下再拿哦。哎，好，走。刚刚给照咖。好，我们每天都有接洽啊。拢拢接待啊。对。哎，那我请问，我家己抬楼哦。哦。我家己抬啊。是才知道，因为杀生鱼片要自己杀，才得到新鲜。所以，既然也会杀生鱼片，会杀人不会。对慧姐来说，渔港市集就像自家厨房，每天下午渔船入港就是她忙碌的开始。因为不少观光客会来这里选渔货，找慧姐料理。这次难得机会和慧姐一起逛市集，好康绝对少不了。越丑的鱼越好吃啊，安康鱼啊，给你。安康鱼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对，安康鱼就贵。就贵啊。对。安康鱼。对啊。它这个也比较特别，这个也很好吃，这个量很少。对啊。这个软骨的。哦，这全部都软骨。对，这个很好吃。这个用炒的，用煮汤都 OK。这个我怎样？软骨你咬下去，里面骨头。这个生鱼我提来切十七米。切十七米。它大块了。日本料理做十年。啊，真的？日本料理做十年。他自己。就是自己鱼直接拿来。对，他们会自己慢慢抓。哇。它这个是胭脂虾。也是很好吃。这个在日本料理店，吃一只，看到，吃一只吗？可以啊，下次来找我就要，下次来就要找我买。哦，那我再问你，是不是我就说，你先带着季亚的丢。哇，你看这个胭脂虾，大口一点，不要客气了。哦，甜吗？都是我拿的啊，我们这个都现捞的啦，很新鲜的，这个酱鱼甜到哦，有慧姐在，果然一把照，什么好吃，什么做才对味，怎么样食材才新鲜，完全躲不过她的法眼。而且季亚不但懂得找对食材，更厉害的就是她的无菜单渔夫料理，吃过绝对深深爱上她。这个吃起来会呛啊。你配洋葱刚好了。
哦，加洋葱很厉害，脆脆，然后又辣。哎啊，洋葱的甜味。对，这是我自己用的。季雅发现的。对。哦，加洋葱很厉害。对啊，很甜。鱼肉本身就已经很 Q， 很香，然后加一点那个瓦萨比酱油，大家都知道的吃法。可是洋葱下去到后面，现在嘴巴嚼的都是洋葱甜味，然后把那个鱼的味道再洗一下。哦，我腌到后那够新鲜，没有办法这样做哎。对啊，会它不会这样很快就臭掉。我刚才去采购是有摸起来的感觉，弹性就是很对对。我刚才有摸嘛，很扎实，很硬啊，肌肉满满的肌肉。采购因为第一次摸的那个就软的，第二次摸的那个就硬的，就会。你从下面拿起来那一条比较硬。对对，你建议这个。腌制虾还是电手虾？打怕黑，打怕黑。你刚才在渔港吃都没有吃到这个。对，这个没吃到。这个叫打怕黑，它是当天，所以它就很粘性。好，是你不剥的感觉就剥得出，剥一其实一剥粘住啊。其实它应该怎么讲？它那个粘不是说会把它那个肉会松散，对，是你剥下来很弹。对对，然后你知道它的，这就是没有新鲜的，它是马上回来这种感觉。没有，你看它这个颜色，红的很漂亮。端一端。有啊。一杠。对啊，端一端的感觉。哦，是真好吃。这边安哪夹？安哪夹？你也安哪夹？我没夹过，我不知道。我你用水哦。用水。哇你。用水。哦，我以为用共锤要把它敲破，好啊。哎呦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。啊，剥开，你看哦，剥开哦。哎，有点有汤，这样一，哎，要倒这样，不然汤。啊，轻轻的还。然后整个，然后我先把这个拿开。哦。哦，对。这个要拿掉，不然太皮。是啊。它一年就长一次。一年长一次而已。对啊，长到这么大，现在是最肥的时候。几月到几月大概是？就是这个5月，五月份就是这个五月份最肥，外面很腻耶，你在海边踢到这个，整个皮就整个流血啊什么，然后很多如果是戳到或磨到，那个甚至伤口很难好。想不到里面这么嫩，这么嫩，对，这么软，直接吃吗？不用沾，不用沾东西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然后轻轻的，很温柔的，对，含着。吸一下，对，有一个东西。我第一次吃这个，这个真的是第一次，人生以来第一次吃。你如果要讲，我觉得它味道有点像螃蟹，对，很多人像螃蟹肉，对，然后很像你吃那个蟹脚，有没有？含进去蟹，当然口感上面味道是像蟹脚，它口感上不会像蟹脚这么硬，对，它是软的。全部带走，全部带走。啊，这个真的很特别。像火山哈，山上那个火山，对，火山爆发，所以我们又叫火山爆发。要不是跟着慧姐吃很多独家海味，我这辈子根本没机会尝鲜。难怪人家会说，只要找对当地人，就能玩得最对味。所以在台二线的公路上，你可以到鱼市场寻宝去，也可以在海边看见最在地的生活方式。